光，有嘻哈的东东。有嘻哈。就那个一饼。真正同学。社民連新的制度就咁定噶啦，一代傳一代，有五梯隊啊！而家現時最高都是鬱馬，我哋有扎廿零歲嗰啲好成，大學畢業，咁你幾多代？有啲讀緊 master， 二代長老啦。
譬如我哋間樓上咧，而家有個 group 咧，就係五區總指嗰個咧，死都要抱住嗰一個嗰個 group 咧，就係條僆仔廿幾歲嘅啦，就寫文聯嘅啦。咁但係佢寫文聯嘅名出佢自己搞，推咗去，而家成萬人啊入咗去，七八千人啊入嗰個 group 啊，即係五區總指嗰個 group 咪知唔知啊？嗰條僆仔 Crystal 啊，嗰個係寫文聯嘅。上次老向前廿幾就同我講咗埋嚟，佢話幫主，我而家搞個 group 得冇。寫文聯嘅名字擴大影響力，我俾你幹五區總指。誒，兩位議員，你滿唔滿意今日酒莊之行？啊，幾好啊！嗱，我哋飲咗杯酒，本嚟又要4蚊嘅，後來佢送俾我哋，如果我哋買咗支90蚊嘅。係咯，呢個就以小博大就咁解啦。又冇咁講，冇意思。咁你會唔會推薦第二啲人嚟？至少嚟到此一遊都好啊，係咪？係啊。看看酒都聽人家的遊閒的生活，是吧？因為我們很羨慕，望女望女偷閒，可以跟各位啊嚟呢度，即係你睇下望個天，你睇一望無際的莊園，睇下幾好啊！香港就冇呢啲環境㗎啦，香港真係石屎森林，地少人多，石屎森林香港發展係嘛？最近我啱啱睇電視，而家個君臨天下又要即係開翻個盤出嚟賣15000蚊一尺，佢真係人都癲。15000蚊一尺，就喺邊度咧？就喺佐敦島啦，空氣最污濁嘅地方，嗰度仲有一大扎盤樓嘅，係嘛？跟住啲等船就喺隔離。熱門島啊，咁啊，哇！嗰啲樓賣15000蚊一尺，所以你哋喺呢度幸福。多謝多謝你哋啊，支持安達嘅經濟。为全世界和谐出力，多谢多谢啊！好似好堅喎，哇！叫崩牙。